欢迎收看手机游戏 Free Fire， 我要活下去，我是尼亚斯。好的，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玩 Free Fire， 然后我们要玩，在开始之前呢，我想要来抽一下这个新年冲击传奇武器箱。为什么呢？其实大家应该知道，最近大家常常会看到我拿这把冲锋枪哦，就是 MP40， 这把有没有？这把我今天就是要来抽这一把。那这一把呢，我只抽到88天，大概是两个半月的时间。那我是想说，因为两个半月过去了，我就没有这把枪了，我就觉得很可惜。我很想要抽到这把枪，因为它的弹夹容量跟伤害都还不错，只差精准比较差一点哦。那我今天其实有这把来自未来的这个 MP40， 它的伤害有增加，可是射程有降低，等于说其实只增加一格的伤害，但是弹夹容量是没有增加，反而这一支它是有增加，所以我今天呢就来十连抽吧，好不好？有增加去吗？满800扣除80，好，八折是不是？折扣80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，各位？我们要十连抽，看看究竟能不能抽中870块，要不870钻，好不好？870钻，好，预备，3、2、1 ，Go！ 嘿，有中了，我去，好，废话了这么多，好，我中了，好，可以开始打游戏了。人嘛，都会不爽嘛，尤其是遇到一些比较没礼貌的人，都会不爽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跟我讲说你遇到没礼貌的人，你不会不爽他。你如果不会不爽他，那就代表说你看不起这个人，好吗？好吗？你看不起这个人，你就不会对他有感觉。其实我看了一部影片，就讲说，如果你不在乎这个人，你看我后面有人。我看到网络有一个影片啊，是这样写的：如果你不在乎一个人啊，不管他讲什么、啊，就算他打嘴炮，你也不会对他留的言，或者是对他酸的内容有任何感受，因为你打从心里你就是看不起这个人啊，对不对？你就是看不起这个人啊，这个人对你来说 nobody， 对不对？你才不会，你当然可想而知才不会对他讲任何话有任何的感觉。那当你如果看中一个人的话，你才会觉得说，哎，为什么他要这样讲话？你就开始思考，哎，为什么换出枪了 ？GG。等一下，是吧？就是这样，所以我很看重你们观众，好吗？哇哦！等一下，我先解一下这个敌人的视角，看到人了，看到人了。OK。解决，有四倍镜，哇，他的防弹衣快爆了，附近有人，来了。哦，哦，兄弟，好可怕！我现在几包啊？我靠，敌人了！爱喝热拿铁，好，你的爱我会帮你传递的。好，没有啦，哎呦，我看一下哦。103发护甲升，前面有一个护甲升级箱，等一下，我先吃护甲升级箱，因为我刚刚开完枪，所以敌人应该会知道我的位置大概在哪里。如果附近有敌人的话，然后二级头盔捡一下，房子里面要看一下有没有敌人啊。我现在有点小兴奋加小紧张，因为我刚刚抽到这个永久的 MP40， 我整个有点超嗨的感觉。
哇，步枪子弹，我先丢冲锋枪子弹丢了装不下，让我各丢十几发好了，六个补，附近有人。他打人有点痛，他应该是想要扛赌啊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扛，五个补包应该是可以。跑掉了，好了，解决。等一下啊，我记得左前方有一个尸体啊，啊算了，不要捡那个尸体，那尸体太远。入圈了，有人。哇，这打不到哎！回了。OK， 好，我看到底下有一个，我看到车子在动，看到了，不行，打不到，嗨。他跑过去了，绕一下，绕一下。喂喂，嗨！还剩四个。OK， 看到了。剩三个，剩三个，看到有一个，入圈了，他没被毒死，他在底下。是吧？他好像有榴弹枪，对，对面两只在打。圈说左前方有一辆车，扛一下。
吃鸡了。没事没事。好，晚上好。残血吃鸡，30滴。好，对，30滴，运气不错，11杀。哦，天哪，这一场好紧张哦，打到我手有点在抖，这样打到我手抖哎，我手抖的一场啊，我的妈呀，哎，可以，单人11杀，这应该是可以剪个精华吧。好。总之，大家如果喜欢我的直播或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留下一个喜欢让我知道。然后呢，也可以按下订阅加旁边的小铃铛，开启通知，这样在我每次上传影片或是开直播的时候 ，YouTube 系统就会通知你。